哎，我来讲个笑话，好不好？我来讲一个笑话。你知道那个香蕉啊，哈，香蕉从楼上摔下来会变成什么？这个我女儿问我的，快点回答一下。如果答到有奖，有，哎，那个答对的有奖。好，有没有人要回答？请举手一下，廖大哥来控制嘞。是纳斯，纳斯是啥物？无敢介绍一下。因为乌青去啊。来讲，你来。好、哦，来想到讲廖大哥日语教时间哦，来，纳斯是啥物？讲。是叫做桥啦。纳斯叫做桥啦。啥物桥？过桥的桥，过河桥的过桥。哎，对。哎、欸，我讲的话听你少多，我罗老师你遐会使让你凊彩有袂讲吗？连尾阮切过你听啦，哈那叫做花啦，哈那花，迄只嘛叫菜龟，卡不只叫金龟，你知无？乌鸡不打叫大只猪，一下杀鸡变成死，你知无？对。罗老师，你讲感情，唔听你来讲他。卡麦叫菇啦，系啦，卡麦菇是棒冰，一人啊叫做亚摩尼，一只叫做烤子去。哦，怎么样？高雄好在哪里？卤住来啊！你有一只。卤住来啊！你即马讲到这，我昨唔只咧教阮查某囝咧。我早细人，阮妈妈教我：有米台湾讲是海，乌鸡死是大只狮，南马一去是结塞，我一去路对遮来。哎，遮来呀、啊！哦，你小朋友出马果然不简单啊！我囡仔的时阵，我妈妈就教我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呢。我跟你们讲，但是啊，马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、啊、哈。正确答案啊，香蕉虫。楼上摔下来就变成纳斯，纳斯就是球啊，茄子哦，不是过桥那个桥，茄子为什么变成茄子？因为伊乌青了。这个是我女儿提供给我的笑话，不过她现在在打工哦，没有办法看我表演，所以有点可惜，不然她知道一定会笑哈哈。对，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在聊天呐、啊，她突然跟我讲，我突然想到脑筋急转，来，我们现在欢迎我们森林市长万勉章 ，Yokohama Tasokare， 就是。老师，请。